真正嘅探索，并唔系视乎你飞咗几多嘅里数，而系视乎你走过几多一啲你从未踏足过嘅路。探索系要追随自己嘅感觉，因为地图嘅足迹只不过系有限嘅记录。真正嘅探索系喺你未知嘅路上，要跨越几多内心嘅不安，偶遇过几多陌生嘅光影，见证过几多前所未见嘅风景。因为见，未曾见，先至系探索真正嘅意义。